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真实最有沉浸感的游戏啊。在这个城市里，所有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职业啊，无论是警察、医生、出租车司机、汉堡店员工，甚至是犯罪团伙、小混混、乞丐、杀手等等几十种职业啊，全部都是由真人玩家扮演的啊。没错，每一个都是真人。警察局每天都有真人玩家巡逻，监狱有执勤的狱警，医院呢有忙碌不停的医生，街边的角落里有人在密谋着作案计划，你甚至能用手机刷视频看直播。每一个玩家都把自己完全带入到角色中去啊，过瘦了，沉浸感拉满了，兄弟们。这次呢，朋友邀请我来到他们的服务器游玩体验啊，看看这个给他爱角色扮演服务器究竟有多带劲儿吧，兄弟们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在这个酒吧吗？我着急，我朋友饿了。不行，我朋友饿死了，醒醒，他饿死了，兄弟，吃不着烧烤他就得死。你快点的啊。那好了好了。姐妹，不行，我朋友饿死了，快点拿点酒喝，要私家96度的。快点，老饿了。我付钱。户头，我户头289，走吧走吧。So good。哎，你他妈干啥呀？你赶紧下车啊！哎，你怎么上我朋友车呢？你啥意思？哎呦，小黑来了，小黑他上我车，整死他！哎，你他妈，哎，下来，啥意思啊你啊？报警了？你啥意思啊？报警了，我真他妈报警了，我报警，是我们帮派征用了。什么帮派征用？八派征用了，我报警了。喂，警官，爱尔兰酒吧有小子偷车，这小子这黑人啊，有胡子，直发，然后背个包，穿个黄马甲。你别跑啊，赶紧跑，追！怎么回事？跑呀！他跑了，他偷车贼，赶紧让他下来。跑了！哎。跑了，走，跑，追他，追！等会儿，警官，别挂电话，他现在走到太平洋银行了，他现在进那个别墅区了，好像是。哎，不用来了，警官，他他妈吓跑了，我下次看着他再给你报警吧，警官。别去了，小哎，我操，打开的。哎呦，我这车得修破了，不少钱的吧？哎，哥们，你他妈还敢过来啊？你想死啊？你干啥呢？把他等一下，打他！干什么？把手举起来，把面罩摘了。这不刚才那小子吗？哎，调！哎，警察来了！上车！追咱们了！我操，直升机都来了，不至于吧？我靠，全员出动了！不是，打架动物，咱也没干别的呀。这都是真人追咱们？真人，飞机也真人。他们开的真好啊，这车技！哎呀，我操，完了！怎么办？下车吗？不，你下车举手！兄弟，我跑了！哎，兄弟，哎，跑了！背对着我，好，我是被逼的，我俩是被逼的。先等一下，配合我们一下，好吧？好嘞。我俩什么也没干，那什么也没干呢？被逼的，拿枪指着我。哎，怎么了，警官？为什么抓我？稍等一下，好吗？好，配合，我动不了了，一点都动不了。他拿枪指着我们俩，就是说，如果让我们俩看着他的脸，那就必死。完了，就跟强制性就让我们俩上车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跑了。哦，你们是过于无赖，然后上车是吧？对，我们就没招了，就拿枪指脑瓜，谁不害怕呀？我怕死啊，警官呢 ？OK， 好的。然后我这边需要对你们进行搜身，兄弟们。啊，搜吧，一下是吧？我是良好市民啊。对，你们俩是好市民呢，兄弟。我是一个捡破烂的，我从小就家。就困难呐，我这不知道咋的了，嘣一下就拿枪吃我脑瓜呀，我俩同病相怜啊，我这么惨呐，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。怎么唱上了，哥们儿？警官，你看我俩这么可怜，给我俩放了吧。我是一颗我小小的石头。我刚刚那个大脑卡住了。大脑卡住了，警官。啊，对，我刚刚大脑有点，就是你懂吧，就是有点迟钝那种。你们这边稍微等我一下嘛，然后那个同事他们这边正在第一个追捕，我刚结束，然后他们等会儿过来，好吧？好，必须配合。哎，怎么了，警官？我现在需要把你们带到警局去。跟我们要带去警局了。我带去医院了，兄弟。给我俩抓起来了。兄弟，我是这个基爷耶顿那个保一顿。这怎么车里还有车载音乐啊？哎，兄弟，咋了？哦，那弗雷塔里斯我认识，那哥们没了。朋友圈都发那个吊唁了，让我参加他葬礼去。可惜了。哎，人死了没了。哎呦，我操！节哀顺变吧，兄弟，我也挺伤心，兄弟。哎呀，出来了，哥们儿。哎，怎么你俩坐一块去了？哎。哎，你。你好、来一个汉堡吧。来什么汉堡？巨无霸。你家这汉堡是新鲜的牛肉吗？不是什么预制菜啥的吧？哎，这怎么还有人开枪了？这是救命！怎么回事？这老板吓懵逼了。老板，开门让我俩进去！救命啊！快点，你不开门让我俩进去，我俩发现了，我操了！
你咋的了？你惹黑帮的了？没惹，是不是找你俩的？我俩啥事儿没有？你爸掐你他妈撒谎，你的牛肉不新鲜，完了之后你遭天谴了你啊！撒谎啥？我牛肉老新鲜了，是不是你俩碰见仇人了？我俩他妈哪有仇人呢？是不是你他妈购货商啊？你给他爸掐说你牛肉新鲜，完了他说不新鲜，完了就过来收拾你来了。我自己家养的牛，谁不供货？那你的菜叶新鲜吗？菜叶我家自己种的。那你的面包片新鲜吗？我奶种的都是。你奶新鲜吗？兄弟们，咱们这波计划这样啊，老麦你当船长 ，OK 吧 ？OK。一会儿呢，咱们骗那帮傻子钓鱼去啊，就骗他们说鱼都老贵了，然后到时候我就安排海盗过来劫船啊，让他们把鱼全都交出来，就说咱仨啥也不知道啊。OK 了，完了最后事情办好了，再找个地方分赃啊。你再说一遍啊。你没听懂？按照计划行事，按照计划行事，按照计划行事。这嘎有人。谁啊？干嘛你们？哎，兄弟，哎呦我操，别他妈偷了！哎呦我，呛死了！哎呦我妈！咱们继续干嘛？咱们钓鱼去啊！钓鱼，钓鱼那是多少钱？钓鱼？现在深海鱼10000一条。等会儿，我那个收鱼的鱼商又给我打电话了，兄弟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不是10000多一条了？5000多一条啊？多少？5000多一条了？太高了，你这能挣到钱吗？我他妈瞎扯吗？5000多一条？那个风啊，你。这么长时间跟我钓鱼，你都挣着啥了？给我买辆车，买个小房，啊，确实挺有钱。你看这逼的，那你看我这，你看我这身名牌，哎呦我，看我这腰带，皮带 ，CD 的，看着没？金的，纯金。兄弟，你就想兄弟，我之前是开捷达的，兄弟，我跟他出两回船之后，现在开上巴克斯了，兄弟。哎呀，这跟你提啥呀？都不让你那么炫耀，你提啥呀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哪有船呢？这儿呢，看不着。这船豪华游轮呢？这船不挺好的吗？这船咋鱼都用这船啊？不是捡垃圾的打捞船吗？这是这船重金租的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这小跳水，还得我跳水啊！还会跳水？哎呦我都会啊！真的吗？还得游泳啊！我也来呀！哎呦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！没带钓竿呢，我赚钱来了不？咱们去稳一下他们情绪，不要让他们起怀疑。OK OK。然后我是本船那个大副啊，然后那位是船长，刚才那位。哦，船长，我是本船的大副。没事，咱一会儿就到了。你好。出海了，高级有鱼饵直播上了，哥们儿，播上了。出海了，兄弟。我多少观众啊？现在？我这直播间10万加，兄弟。兄弟们，出海了。5万一条，你们拿鱼竿了吗？拿了，5万一条，什么都5万啊。OK OK。差不多。这次你们就等发家吧，这次。我赚钱回家娶媳妇。好了。兄弟们，大家可以开始钓鱼了。你说咱今天天气是不是挺好，兄弟？多好啊！这你要真要是碰着那个暴风雨啊，还他妈完了呢，兄弟！哎，打雷了！班长，班长，船长，你稳住船员的情绪。没事，大家好好钓啊！没一点事儿没有，钓就完了。风浪越大鱼越贵，不害怕？别怕，没有事儿啊！咱这船结实着呢。别怕啊，都别怕！这还有游泳圈呢？什么声？怎么了？触礁了！完了，我看我船能不能启动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，他妈150000呢！可别出事啊！船能开吗？船开不动了，咋整啊？不知道，等救援呗，要不就都等着，大家都等着，没事，都没事。是不是？大家别报警啊！报警，警察他来太慢了，你知道不的？别报警啊！救生艇来太慢了，并且咱这非法钓鱼，你们想赚那么多钱，那不是非法的吗？那金枪鱼那他妈是你随便报的吗？就是说，你这报警了那啥了吗？对呀、啊，那警察不抓你抓谁呀、啊？我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朋友上次是不是让你抓去了？让警察啊，判好几年呢？你们想坐牢，你们就报警，没事，别拍照啊，不用拍照啊，兄弟，不许拍照，把手机收下。哎呦，上有事，救生艇。来，救生艇、啊、我们在这儿，快来救我们！救命！我说这他妈是救生艇吗？哎，这什么？我操！别！快躲起来，大家快躲起来！不动！谁是这个船上负责人呢？穿绿衣服那个。哎，穿绿衣服那个哥。穿绿衣服的、啊。不是我呀，不是负责人呢，我。不要撒谎啊！没撒谎，大哥。今天我给你这点黄头薅了，你真长像港牙子似的。来。哎，别整没用的，来，你也小心，老帽我出来，来，穿这嘎子。哎，别看，那我就瞅我的。哎，不瞅了。转过去，长这么瞅我呀？啊，不瞅。为啥给我打他啊？干啥来了？今天搁这儿？正常钓鱼。我们在钓鱼的。
钓鱼来了。你知道我们这是干啥的吧？知道，大哥，我们是洛圣都渔业管理部门。哥，你穿这样是渔业管理部门啊？哥，我他妈问你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哥，你他妈给我鉴定真假来了，鉴宝来了。告诉你啊，就俺们这一片，只要是出海的、打鱼的、游泳的、地找的、晒船的、比赛的，都得给我交点纸才能顺利通过进行，知道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就他妈鲸鱼过来都得给我表演个节目才能走，知道不？哎呦，大哥太牛逼了！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懂，知道该咋做不？我给他拉个表演节目，跳个舞行不行？今天你胳膊和腿敢动过一下，我今晚坐地我就整死你个扔孩的！为什么？不动了，不动了，不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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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知道该干啥不？把鱼都给哥们儿吧！你是自愿给我的，咱能交个好朋友是吧？自愿给我的鱼，对对对，自愿自愿，是不是？都说话来！哎，兄弟们，是不是都自愿的？自愿的，自愿的哥，自愿的，自愿的，太自愿了。这把我记住了啊，成天往后咱就哥们儿了啊。那鱼呢？来鱼呢？赶紧交上，别把我们害死啊！给你了，给你了，这地上，这地上，大哥。这边这个鱼啥的整完了，还有没有东西了？没了，哥，没了，哥。今天我来干啥来了？交朋友。抢劫来了？谁说抢劫来了？哎，前面滚走了，衣服的，出来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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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劫了！就他妈，你敢说实话呀？再问你们一遍啊！从现在开始，咱们这啥？帮不来。没啥事儿，我们就走了啊！有功夫来串门的了啊！哎，好了，能给我兄弟遗体留下吗？好了，谁呀？谁要陪着兄弟去？刚才谁说？我说能给我兄弟遗体留下不？哎，那我跟你仨了，你俩一点去多好啊！那见着面有话。行，同志们，差不多咱就撤了，走了吗？都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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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回家，兄弟们，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咱们上岸再说，上岸再说，别说，上岸再说，上岸再说，干啥呀？我兄弟都死了，不是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那是强盗的事儿啊，我们差点都死了。出了营队，兄弟们冷静一下，出去吧，都兄弟，都出去吧，兄弟们，都出去吧，咱马上要到了，马上要回家了。哎，兄弟，东西都拿着了吧？拿着的来吧，带着鱼过来，咱分一下子吧。嗯，8226啊，你是律师啊，兄弟？啊，对啊。那你律师平常挣多少钱呢？挣时薪2000块钱。哎呦我操，不少呢，兄弟。现在买车，然后刚改。你来这边，兄弟，你转过来，来，你转过来，你在这边。嗯，哎，你把手放下，我没逼你，兄弟，你先不用举手，兄弟，行吗？行，你现在举手吧，兄弟。我兄弟，不是兄弟，好说好证是吧，兄弟？我剩下钱在啥呀 ？AirPod 呀，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在我们那边吧，什么炮这炮那炮都没有啊。那边有一个特产，你知道叫啥吗，兄弟？啥呀？叫电炮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打直了，兄弟。不是，希望我不打你，兄弟，就可以乖乖的把钱放在俺们哥几个兜里。行，哥，绝对给你。哎，咱几个没戴面具，你看着我们几个的脸了吗，兄弟？来，我问你，穿绿衣服的这个我的朋友，他是什么颜色的头发呢？不是哥，这哪有穿绿衣服的呀？净说胡话。没有就行。兜里现在带多少钱呢？我给你看看，哥，我刚买完车。别尿急的，妈的，老爷们你他妈尿急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，这个怼我一下子，别笑！哎呦，我无能，来张啊！笑什么笑？好了，我先叫了一个人啊，你应该知道是谁，传奇杀手保罗谢尔盖先生。他来之前你不把钱交给我们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？知不知道？别给我压啊！拿钱！知道你光知道你不拿钱有啥用啊？哥，我没多少钱，就剩680，全是不是你报警？你报警了是不？不是没报警，头看着呢。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嘿，你敲门，你去趴门边，你看看，好像不是警察，好像不是警察，没有穿制服啊？没有，兜里带多少钱呢？今天681，哥，680，你让俺仨咋分呢？681，你仨一人227，你挺会算的，熊哥，干啥呀？你谁呀？把手机放下，举手，放下，收起来。小白衣裳，小白衣裳，听好了，你给我骂这小子，我骂这小子就能放过你，给我骂他。你真是头猪！不是你这骂的他妈太委婉了，熊哥。我喊了吗？你是个大笨蛋！我操你哥！我给你拍小眼灰太狼的哥，你俩拍动画片呢？哎，我问你来，小伙子，你想把钱给我们放你一条生路是吧？我哥，我681我都给你们，你们也不够分呐，哥。那意思就是我逼着俺们杀你们就是。嗯、哎呦，走，有人报警，不对劲，有人报警了。你们走，别慌，快！我跟你说，你们没跑掉，我就把他杀了。好，警察没发现咱呢？没有，应该不是追咱的。没事，等会儿吧，刷好视频。我他妈刷到他的视频了。出海了。点个赞。我把旁边就是我吗？他妈打我！哎呦我！哎呦我！跑真快，这女的！给我过来！停！别动！开枪了啊！哎呦我操！要来开枪了！来开枪了！开枪了！哎呦！哎呦！兄弟！
哎呦，打死了！哎呦，打死了！我操，给你全打死了！很医院了，救我了是吗？这是？哎，我操，大夫呢？大夫，快救命啊！我操，医院没人儿，来了。大夫，快救救他，他摔倒了。我这边有个动手术的，我想下班都下班不了，耽误大夫下班了。啊，这么放对劲吗？退去伤者衣服进行初步诊断。你救完这个吧，救完这个我就下班了。我还跟别人打话呢，他应该他老婆催他回家了，太专业了的。胸部骨折，哇，还有麻醉、消毒、碘伏、划开胸腔啊，取出碎骨，我这个这么吓人的吗？哎呦哇，谢谢大夫，妙手回春呐、啊！呀，耽误您下班了。你是否还需要打一针葡萄糖？啊，行，也可以。那个账单已经发给你了，支付$2000是吗？嗯、是的。我有钱吗？啊，真有啊！疯子啊！不好意思，说记录。没事，一下子就是昏过去了而已。现在也记得发生啥了吧？我记不得了。啊？他是德国的二战老兵。二战老兵？没钱治病。没钱治病，你要多少钱呢？这样吧，我们有一段才艺，你看觉得好就给，不好就不给，好不好？有什么才艺是吗？对，我们卖艺为生。等一下，我看看。我跟启航有吗？哎呦我操！老兵行啊！我操，还能唱歌！3、2、1！哎呦我操！不是，我太牛了！就是说呀，太有才艺了！可以，就给点吧。可以，多少钱，兄弟？你要多少钱？哎呀，不，没事，不用，我没给。好。再见啊！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不要忘记长按一键三连哦，点赞嘎嘎多，更新嘎嘎快。大家想来玩服务器的话，别忘了看视频简介啊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